小可爱是香的。哎，对嘛，小可爱，你看这样，这就对了嘛。又太小了一点了，这个切的，小裤，不过也好啊，这样子好收。姐姐可以吃，可以了吧？不要。啊，好，可以吃就可以了。哎呀。好吃又好看，是，你看他们都会摆，是这好看才好吃的啊，是吗？嗯、啊，有的不好看也好吃，有的好看真的不好吃。他们不懂我说什么，我在开车，老铁们。吃白雪，白雪干嘛？喵哥说，吃白雪，白雪好吃吗？不知道啊，这个得试过才知道。嗯，但是我看着还是好吃的，来呢。No。哎，那手都这样，咦，我的天哪，这兰花指啊！来，老铁们，有闪票的给主播上点小闪票啊，小闪票走一走，啊。给主播点关注的，给主播点个关注啊！天天看越南美女，欢迎陌生人来到直播间啊！再见，只是陌生人呐。嗯。哥，我呢？我。在我边改改电话。我这边。听电话。改电话。大家没事就打字啊，打字也会增加热度。这几天喵哥去哪了？这几天喵哥有事儿。没有事。嗯，喵哥有事儿。嗯，这现在不来了看来看你了吗？这么没把你忘了呀？那喵哥天天想呢，天天喵哥睡觉之前都想，哎呀，我家白雪吃饱没有啊？今天，哎呀，喵哥有没有梦见我啊？喵哥有没有梦见他？喵哥，你看白雪问了，你昨晚做梦有没有梦见我？没有的话，我要打你的小手手，打你的小星星，用小锤锤你的胸口，土豆豆腐对。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吃的，取回家，把白雪取回家。嗯，可以，这个最后再做。叫什么，老板？这个叫做火龙果。丁月来给你。腾龙。腾龙。啊，火龙果叫腾龙。啊，火龙果一会儿再做啊，就一会儿再切。啊，今天去给大家直播专门吃饭啊，直播专门吃饭。我还要，你要。可以。挺乖，挺乖。姐爱叫俺们爸母乖。